音乐的是吧？啊，耶，好耶！我们也是这一个个也太认真了吧？ Yeah, 我太狂了！咱们不是娱乐为主吗？来吧，我们的地心引力队长马上带领他的队员马上带来一首《嘚了蹦吧》。嗯，对，嘚了蹦吧。Gotta boom 吧 ，OK 了。哎，怎么还有个灯没上来呢？哎，有哈，这什么？把我们家虫儿也是一个队员是吧？来，重新辛苦我们场控老师重新报一下哈，报一下我们的。太认真了，哎呀，阿飞老师，不是，我觉得库马。什么？哎，直接给毙了是怎么事？没有，我说我脚库麻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的，那么我们地心引力的队长和我们的队员们准备好了吧 ？OK， 准备好了。OK， 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然后叫我一下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开始吧。你怎么这么多节目？真闲，一个人串着，受不了啊！原来是花。那么五分钟倒计时开始。兄弟们，准备好战斗了吧？准备好了，开干！带来灾难，带走了公主又消失不见，王国十分明显，世间谁最勇敢，一位勇者赶来大声喊，我要带上最好的剑，翻过最高的山，闯进最深的森林，把公主带回到面前，国王非常高兴，忙问他的姓名，年轻人笑了笑，他说陛下我叫达拉崩吧，难得陪你不做比如何，再说一次，达拉崩吧，难得陪你不做比如何，是不是达拉崩吧，难得陪你不做比如何，啊对对，达拉崩吧，难得陪你不做比如何，达拉崩吧，骑上最快的马，带着大家的希望从城堡里出发，战胜魔兽来袭，获得十二金币，无数伤痕渐渐他妈妈升级，天月美丽村庄，打开所有宝箱，一路风霜伴随治愈前路的圣月光，闯入一座山洞，公主和可怕的巨龙，英雄拔出宝剑，巨龙说我是昆图普塔卡尼考特苏瓦西拉松，再说一次，昆图普塔卡尼考特苏瓦西拉松，这不是昆特凯蒂请考坦塔苏达马拉松，不对，是昆图普塔卡尼考特苏瓦西拉松，来了来了，哥哥莉莉，我们也去帮忙吧。阿格里，能行吗？我会魔法攻击。叶子，花。于是达拉崩吧，满的飞机不多比如我，看向昆图普塔卡提考特苏瓦西拉松，然后昆图普塔卡提考特苏瓦西拉松，要和达拉崩吧，满的飞机不多比如我，最后达拉崩吧，满的飞机不多比如我，战胜了昆图普塔卡提考特苏瓦西拉松，驱逐了东之利亚莫拉苏纳的你血里红，达拉蒙达不可留死，步步必须把他冲。达拉蒙巴巴的美丽不多比如梦，打败了昆图普塔卡提考特苏瓦西拉松，就把公主米亚莫拉苏纳的你血里红，嫁给了达拉蒙巴巴的美丽不多比如梦。达拉达拉蒙巴公主米亚幸福的像个童话，他们生下一个孩子也在天边界，长大为了避免以后爸爸孩子成作王，好人他的血里是烂泥，要给你来念吧。
刚才，哎呦，我差点我就没绷住，我就笑场了。叶子，叶子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叶子，花儿。哎呦，我差。我们来自地心引力的这个五个人给大家带来的达拉布巴，家人们喜欢的话给我们麦上的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了，麦麦水。谁接呀？谁？